都说大哥最近飘了，都不吃大龙虾了，我今天再来一只。哎呀，十斤的。来老铁，能不能给大哥500个双击？下锅捞他。老铁不要多，就只要500个双击，能不能行？下个视频咱捞他。 OK， 熟了老铁。经过7期48分钟，终于把它干倒了。哎，先来个大钳子，必须得有工具。在这个位置，这里开始。既然老铁，能不能给大哥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？不点关注看不到我吃它。哎呀妈，费事！老铁不给双击，我下次就不吃它了，太费劲了。鸡排，来加点辣椒油，过不过瘾？太过瘾了。见老铁给大哥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。开个大龙头。虾脑。我感觉龙虾中最好吃的虾脑，不同虾仁。起来，这一个是小钳子，肉比较小一点。哎呀，过瘾。老铁，双击龙虾，搂它。大龙虾尾。白花花的大肉。老铁，有没有被馋到？说实话，
有幸给大家点个关注，点个关注。